西红柿酸甜可口，比较受宝宝欢迎。适当给宝宝吃点西红柿，能帮助宝宝补充多种维生素，提高抗病能力。但腹泻的宝宝不宜吃西红柿。今天教给大家的番茄肉拌面，做法简单，营养丰富，让宝宝一次补充多重营养。用开水烫一下番茄，去皮，切丁，熟鸡肉切丁备用。锅中看哪个倒入适量绿达山茶油，番茄丁倒入锅中，鸡肉丁倒入锅中，翻炒至番茄出汁。锅中倒入适量清水，倒入处理好的香菇丁煮着，另取碗，打入鸡蛋，倒入面粉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粘稠易滑落软态即可。将搅拌好的面粉糊倒入裱花袋，另取锅烧水，水开后挤入面线，面煮5分钟后捞出到冷水中，番茄锅转大火收汁，酱汁煮好后把面捞出，番茄肉酱浇到面条上，拌匀即可。